节气，环游世界。好，我们来看有什么节气呢？这个是一起欢度中国春节，舞狮在高高低低的梅花桩上，跟着锣鼓声跳啊，摆头眨眼睛，你看，来，我们看狮子眨眼睛呢，狮子眨眼睛，狮子眨眼睛，精彩的演出让观众叫好，大家互相拜年哦。对不对哈？好，那我看，等等，那你看，你看这个是什么？哇哇，这是什么？来，这是一起来参加巴西嘉年华吧！这个新精彩华丽的花车游行。舞者穿着装饰彩羽的美丽服装，跳着热情奔放的森巴舞，从白天到黑夜，欢乐的浪潮也跟着乐曲席卷整个市镇的大小街巷哦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来加入意大利的威尼斯嘉年华。穿着华丽的服装，戴着专属的面具，你看每个人都戴面具哦，眼睛都睁着戴面具。啊，下一页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，这个是叫一，你喜欢这个？你喜欢这个？你喜欢这个？这个好，再来是你看，这是什么？它可以抽这个是这是一起参加日本的女儿节，替女生穿上漂亮的和服，在前面台上摆的人形娃娃，准备着顶饼，还有白酒和桃花，祈求女儿健康平安长大。换了漂亮的和服哦，怎么样？漂亮的和服，然后呢？我们就在最炎热的季节参加泰国清凉消暑的泼水节。哇，你最喜欢的水哦，代表净化祝福的水来啦！大家互相泼水，嬉闹庆祝，希望一年的好运。最后呢，我们到年底，大家一起来欢庆美国的圣诞节。天空下着皑皑白雪，年就要到了尽头，互相送个礼，表示彼此的祝福和岁末的感恩。这是圣诞节哟，有圣诞树哦，有圣诞老公公哦。这个就是热闹的节庆。